各位乐迷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行，来自台湾，现在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一年级。非常荣幸，也谢谢评审们的肯定，能够获得本次二胡大赛的少年专业组金奖，也期待在下一届见到更多的演奏者一起参与世界二胡大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是林彦行，来自台湾宜兰县，今天是2023年7月30日。以下节目是由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所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王晨威二胡协奏曲《台北风华》第一乐章《大道城》，第三乐章《101》，以及李敏中《风行者》。
Thank you.